浩瀚宇宙，漫天都是漂浮的星辰与尘埃。人类之于宇宙，总是最渺小的。在一个光明且纯净的世界，温暖、正义是我母亲最早教会我的词语。儿时的天总是敞亮的，和伙伴们在草地上肆意的日子最快乐。我以为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，像堆满了彩色泡泡的鱼眼罐，罐子里的人在斑斓中游走，无忧又无虑。直到后来的一天，泡泡破了。当巨大的轰鸣声穿透耳膜时，当人们失去感知沉睡时，我终于明白黑夜的意义，无法共存的终将被反抗。机器人们将银色的光导入黑色的网中，可想